天气系地方强迁重要的生活季节，每向我天然堆积的蔬菜永远会影响该重要的部分。为多行少接完客家庄，园林间的接完客家文化馆，就盼的接完客庄十几年票选发通，经过两届团的提名行过投票，选出的包含西螺太桥、重建图、来飞沙溪也条景点。官方就讲，安排行为在过来盼有人避水，希望打破民众的镜头，在过来表现。接完客家庄有几张的，先生高明种走太拽石鸟，条条下用几走几盖石头，然后投石头后背粘几底部，这只好高盖太拽石鸟就完成嘞。因此做法简单，太年设置拢是轻松体验。这开节赛，哦，啊，初年到晚年就训练，哦。啊，正月初五，吼，就要游庄。因为我是住台北，我妈妈住这边，那因为她都不知道有这个很好的活动，我鼓励他们来做，他们也都做得很高兴。由竹安客家文化馆盼盖两点发展计划，除了教民众做手工艺，每位民众献出竹安客庄十件，包含丝路太桥、重建筒、来飞沙溪、古石屋。客家文化馆得到十位亲自代表竹安客庄的景点。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办理摄影比赛，还有儿童写生比赛。那这个比赛的结果，我们会来办一个联展，让小朋友跟那个一般社会大众，透过手机的或者是摄影机的影像跟画笔，来重新诠释招安实景。就按客家观光盼票选发通，就希望乡亲高级白乐看自家嘅故乡，唔好因为习惯咧就冇去注意。未来咪话安排就按客庄实践顺利同宣传，本游客看到就按文化体验嘅奖。卡新闻李新龙全力报道。